哈佛安安，小卓安安，金明，龙，宋，三明，三明，四万。原本要的，就进了，前面已经进了，三万好像不用了，是吗？一饼，我看这什么手势？是的，什么意思？分手？什么意思？准备倒牌啊？什么意思？是吗？这样我要下车吗，浩哥？你觉得我要下车吗？你下下，你一定要下。我要下吗？对，你要下，我一定要下，一定要下的、啊，一定要下。那、啊、你会听我的话吗？我会啊，会啊。Yeah. Oh. 乖。奇怪。很懵哦。哎，干。不乖，你这样不乖。浩哥说的话，我肯定是听的啊。等一下。那你会听那一个吗？这个是我原本摸的吗？如果他没碰的话。就是啊。哦。是吗？我摸起来的。哦、OK。好，才没事。到了。九万。那你会下什么？你不说你会下。下车啊！九万嘞、欸，九万对。不是你刚才放牌吗？九万嘞，你这个猜是下车猜啊？对啊，就说对，下爆哎、欸！那我再干一个，那你彻底下车，下爆了，还手安装了，北风，北风，把它北风过水风，我要等一下，机，哎，技术。哇、哦，三万，三，三饼，西风，在，不中，我都没有线，这一张，你说你听的吗？你说你听的吗？不是，浩哥听什么啊？我看一下啊、哦，会不会是听？不是说你听的，浩哥会不会是听？你可能听的。你是不是听一些很空洞的、啊？浩哥会听这个，浩哥会听这个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不错，耶、yeah。嗯，是什么？不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啊，对，很空洞。干嘛？你干嘛？不是因为我听蛮好的，而我也怕他过这边。哦，没有第四期。大家笑，我一直想我自己还忘记了，我还进五万，还进五万了，原本是二四五五五六七，可以要三万，就进了五万才丢，哎、欸，不用了，为什么？空虚公子，因为你说，哎、欸，八台单调什么？八台对，因为你说很单调，哪有？我没有说很单调，然后我就想说很空洞，单调，说可以呀，没有，很空洞，单调，我也没讲。我没有给任何提示哦，我操！我想你有可能，我这边那个我怎么可能在那边讲那个？但我主要在想自己的牌。好，对不起。哇！哦，哇，摸不到。那该出了吧？你该不会打？该出了吧？看你没有，看你没有，好好奇哦。就觉得你摸不中。我没有啦，那。不要摸到啊！不要看我没有，我根本就没有。不用摸啦！根本就没有啊！你可能会摸到啊！不用。三手，没摸这一张就用不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九万、七、一万、二、七、你拿走。我根本没看到啊！五万，这盖子我根本没看到是什么。你要相信自己， yeah, 有没有听错啊？谢谢浩哥，你听错了，我信你。急，浩哥真善良。我打到什么时候打？算，我可能会过你啊。我可能，我可能不会。自卑。放过你。北风。二手。来吧，狐狸。好，八饼。我们来对决吧。好，八饼。
我是庄家的。哎，我操，这是怎么？连一三花，我报纸感觉好像报纸，连一三花而已，没什么。稀烂，是，好恐怖呢。发财没事，为了听这个，为了听这个烂东西，发明，听这个烂东西，我要冲击吧。听这烂东西，那烂东西有颜色吗？有啊，红色跟黑色。哦，我要的比较单纯一点。颜色太多不喜欢，不行了，行这个反应好像不行了。各位，就我们这个回答好像不行，回答错了，好像不行。不错，刚听不错了。救命，刚听不错。干，不敢丢啊，怎么丢？靠！对刚，九爱，单纯一点嘛。四只蛇 ，Sammy， 好，暂停，没办法了，等等，我已经抽过一张了。细色，帮冲怎么样？我反正你冲我也不会冲，我还有别的，我有好安全的。叫什么帮冲？帮冲啊，帮他冲啊，他怎么敢丢啊？对，有道理。没事，哎，那我就图无所了。这边好了，这边。这点跟打，按不是要胡说。我说，如果我刚刚选对的话，如果这张不会有事的话，还是你也听得懂。注意，哎，你真的是很烦呢。那七柄四锁，我要碰的都不丢，现在才丢。我现在才摸到，大哥，看二万吗？没事，不是已经吃过了？没事的话，不需要了吧？不需要啊。上大宝饼七饼，太多牌可以丢了，九颗，太多牌可以丢忘了。哎呀！哇哦！报仇，哎呀！小三元，我是六边啦，摸到了啦，六牌啦，六牌啦，无所谓抓多。Ken， 六牌九，哎，好。八万没抓，一张都没抓。嗯，只要三抓三只，我是左边啦，应该。看你打六，还有救，打都没救。